西宝川，就是沙棘果，有听过沙棘果吗？这个它是那个 Christian Drapeau，Christian Drapeau 科学家呢，他专发明的这个东西。它有什么好呢？就是它Reserve 呢，它可以帮助我们修复细胞 ，OK， 然后它很抗氧化，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细胞都一直在老化下去，所以这个是帮我们抗老 ，OK， 然后是 antioxidant。这个的话呢，因为我们从 baby 一出生，我们的那些肝细胞其实就有限，当我们老化的时候呢，肝细胞会一直越来越下降，所以我们就老化，皱纹这里一大堆，器官就很多有问题嘛，对吗？所以走路有可能都会喘。所以这个呢，它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啦，它可以就是让我们吃了这些，然后给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多的肝细胞，从骨髓可以产生肝细胞，这些都不是说空的，都是有这些studies。所以我们一喝了过后，他们就有抽血出来，看我们的肝细胞可以多多少，所以真的是有数据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帮我们增加更多的肝细胞。说我们的肝细胞，然后就有一个细胞的，所以他们是 all work together， 所以最好的效果就是如果两个一起这样喝，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抗老，还有你的修复的那个效果会更加的好，真的是非常的好。这个我每天都搭配，有人很 Nara 吗？有，有人知道 Nara 那个 collagen 的那个？我最近因为觉得生了孩子老化很多。所以最近我拼命的在Revitabloom 掺啊，让两个一起喝，每天都在喝 ，OK。然后我觉得那个效果特别的好，看一下那个皮肤有没有？真的很好，你摸你洗脸的时候呢，你真的是会觉得，这好像滑了，以前有可能还有一点一粒一粒的那种感觉，你会觉得不是很顺那种，你每天喝啊好。真的是要每天做功课，真的是每天喝。你吸的时候一溜呼，那个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。然后会觉得毛孔会比较小一点，然后比较结实啊。因为我觉得生孩子过后，我每次都很劳累，就觉得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。有时候就因为孩子，所以就忘了吃。其实知道是很好，但是你就忘了。然后最近我一直觉得，哎呀，不能了，不能了，我要 keep 了。所以我就一喝，然后哇，那个效果现在还才不到一个月，那个效果很快你就 feel 到了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如果大家家里有 Nara 可以配着喝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喝。OK， 这个是我分享，谢谢。